吴焕子其实在台湾他真的是一个宝贝，对，是一个台湾人的珍珠，但我们都不知道。对，他其实可以做出这么一系列，不管是清洁啦、保养上面，以吴焕子为基底开发的这些产品，它可以变成念珠哦，变成手珠，好像是佛珠一开始其实也是用吴焕子串的嘛， 对不对？对，对，所以其实它一样也是有祈福、正念、正气的能量在里面，那它也是呢，可以帮你挡掉一些不好的东西。每一种植物都有它的能量在，嗯，对，然后像这个的话，就是古典，就是说它是可以就是。心安神，然后治恶气，对，所以然后像这个的话，就是在经由我们的董事长以及董事长的亲串哦，哇，自己串哦，没错，天哪，很有福气的人，而且我觉得他戴起来其实也是蛮时尚。如果是一般女生的话，我会蛮适合，你可以推荐中间串，中间那个尺寸 M size。对，那如果像是手围比较粗的话，你就可以参考这个。但是更少的。对，哦，那可能就适合沙。这个就是我的，这就是我的。对，然后像家里如果有像是小朋友的话，小朋友就是可以用这个手串。小朋友手，因为它这个粗骨金架子。对，我这个就骗人的。对，真的很小。那像就是比较就是瘦版的女生的话，你就可以戴这一款。这一款，然后就是最小 size， 小朋友也可以，因为这个大小的话，其实我家的小一生跟小五生都 OK。嗯，对，所以就是像其他这样戴起来也是非常的时尚好看。对，这个应该 13.5， 因为我的手就是 13.5，嗯，所以小朋友其实是可以的。叠戴，对，你这样叠戴，我觉得很好看，很时尚，时尚哦。对啊，怎么时尚？